一共560.3万人，它有5个行政区，都有它自己的钱，它的1块钱就等于我们的22.6块。你去新加坡的看到的东西跟玩的，这些是新加坡的衣服哦，这些是新加坡衣服哎，哇，好亮哦！那上面有什么啊？上面有鱼尾狮，鱼尾狮超有名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新加坡的著名景点，它有6个著名景点。在我查到的，第一个是滨海湾花园。